Reading Together by 年树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蓝骨子。第十八届的海外华文书市又回来了。今年我分享的主题会是这一年我经历了贪婪和变态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的话，就一定要在4月13号夜晚7点在 KLCC 第一展览厅的主舞台，我将会跟大家分享，还有签书、影相、握手、喂食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详情的话，可以参考 www.bookfestmalaysia.com。 约定你，我好想见到你们。